陛下应立即下令赐死霍不疑，以正国法。你闭嘴，狗东西！你再说，朕就先赐你去死。陛下，就算赐臣死，臣也要奏请陛下布置混蛋。哎陛下，不知死活！快息怒，陛下！气死朕了！在崇州镇内怎么这般动拳脚？霍将军替父报仇，并非罪不可恕，而是情有可原。若是处斩霍将军，怕是会寒了天下孝子之心。阿黑说的对，你娘干政不妥吧？妾随陛下征战四方之时，左大人还没入朝为官呢，反驳不了我的话，便拿我是女娘说事。总之，臣还是不服，臣要替朝堂出气。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？